你到底是要让我绑出来，想要做别人通缉我？因为惊我讲我无头，我还阁有灭证的嫌疑，阁加上我有心，就互我搞保啊。你有心，细声你闹听，你就无理由啊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帮我耍，让我的囡仔会当平安出世。 我保证，我绝对袂惹麻烦啊！你林美妍，你是要开嘴下嘴，拢是囡仔安怎？听讲你讲话，听你要刺激我是无？我今日袂使，拢是你害的。我唔敢，只要你让我的囡仔平安出世，你害我做啥，我拢愿意。啊，我帮你耍。会用的，2000万摕来，去摕来，我就帮你耍。 清吧，我哪有靠你有这样侪钱的当互你？那是无，你就继续还我哎！你的囡仔是出什么妈妈，一定有够可怜的。等伊大汉了后，我才甲你所做的介绍代，全部放伫咱老顶面，互大家公信。你就等你的囡仔爸咧。林美妍，我替你安排的人生安怎？是不是足精彩啊？ 我根本都拜托你，这两千万给咱花粉钱付款，而且咱家己的钱更加低，我做牛做马，我拢是把咱家己的钱还你，好不拜托的。美妍，你是要做妈妈的人呢？那当初不做咩？啊？唔对啊，啊你唔是无钱，你哪有侪条通我搞无？谁甲你报出来？ 是陈小春，是因，因阿袂放弃你。陈小春甲高维云即卖是珍妮的左右手，李东云搁伫咧巴林会馆，餐具是一支针插伫我甲安迪中，我一定爱有准备才。林美妍，我即卖予你一个和解的机会，袂无？ 我梅艳，你是去多远啊？这两就回来，啊，你食饭没？哎，对对对，来，紧的啦！啊，最近哦，百货公司周年庆，一寡囡仔要用的物件哦，趁节的时阵买较会好。啊，你一个人照顾囡仔，上需要应该是推车，看你介意倒一种。来，你拣。 我来当做是我送予囡仔的礼物，啊？唔免啊！你是安怎对我这么好啊？你应该莫吵我，把我当作玩笑人唔才对。因为你若是无放弃我，安尼就会予高爱伦有害恁的机会。美妍，啊你是安怎？安怎？ 去给阿祖，你即马对我好，我就会变作较早共款，伊会乖乖听话，啥物拢讲好的林美妍是无可能。高维宇，这无黄玉生嘛无其他的人，你即马是咧跋戏，有啥看？林美妍，我是因为你有心，我想要予你的囡仔有一个好的胎教，我才一直忍耐哦。林
个两尊公我面对你大细声啊！好啊，你著趁今仔日，甲代志拢讲好清楚。恁是安怎，大概拢爱误解别人的好意啊？因为我根本就无需要恁的好意。什么四叶草，根本就是塑料草，够假的。那恁是安怎甲我送啊？恁的四叶草嘛，伊搁在。你是安怎乌白天偷我的物件啊？是你把物件乌白藏，我哪有顶到你的物件？你搁讲无？我只是把物件藏伫个碰椅啊，啊有啥唔对啊？这是客厅呢，你的行李唔摕去房间藏，藏伫遐创啥？因为房间物件足侪，我无所在藏，才藏客厅嘛。奇怪，你两个在玩啥？我在啉美颜啊。行李唔摕去房间藏伫客厅，佫讲我有白顶当伊。冬雨，我只是把物件先藏伫个床椅，我卡也袂摕去房间啊。你竟然有白顶当我的物件诶！看恁两个遐尼大，咱袂输囡仔诶。三个伊赶快是囡仔，我才袂占着。你真幼稚诶！林美妍，臭虾，林丽啊，对啊。看你两个安尼哦，我就想起以前甲小春住做伙的时阵哦，涂骹的头毛是谁拿去的？拢会到冤家的厝边都要变过啊！后来哦，小春就走去甲头毛搞好底，安尼就知影是谁的头毛啊？是不是就好笑的？根本就是，是不是就铲除小春会做的代志？啊，对啊对啊！阿姨最近为着照顾碧玉阿姨。甲紫薇常常有相处的机会，那呢，你敢有改变什么呀？哦，有丢拄着，表示有考虑吼。讲老实话啦，碧玉阿姨还佮青木副社长的代志，互我想足多。人生遐尔啊无常。两个互相依赖的人，就应该把握时间好好做伙，啊，珍惜爱你的人，唔通等生死关头才来后悔。无唔对。今仔日，甲恁一心二意叫过来，是有一个秘密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啊，不过，爱先经过我的测试。什么测试啊？您对高艾伦有什么看法？哎呦，您别紧张啦，自由表述就好啊。我对高艾伦无啥熟，啊，不过自从伊对安迪副总下话了后，我就无多信任伊啊。我嘛对高艾伦无啥熟，啊，因为为楼梯跌落去，伊律师团对美妍开天价的赔偿金。他根本就是想要把美妍逼死。林美妍的代志，你哪会这么清楚？因为阮把美妍为看守所报出来，现在住在阮家。啊！林美妍抢你的红线，搁差一点嘛把你害死，你现在竟然把伊接去恁家住？头壳有空的人，敢有法度接这个任务啊？副总，你换一个角度想嘛。参照高委员啊，到陈小春这款有情有义的人，才够卡会当信任啊。参照我同款，不管你安怎对待我，我拢是你的忠犬零零。好，我爱恁两个为即马开始，伫个工课上对高艾伦做一个调查。不管是上野集团逾期还袂清款，还是讲又袂淡本数，参照这种大大小小的代志，拢爱摕到证据，上好是录影。我要报告给董事长知影。副总，你是真正要把高艾伦为上野商城的专案经理这个位置搬掉？无唔对，会当把伊赶出盛发上好。啊，不过高艾伦甲周安迪不是同款要办婚礼，若是把高艾伦赶出盛发，就等于是甲四天监控贴挂哩。高艾伦的恶行，大家拢看在眼内。周安迪甲迄款查某人做伙，敢还阁有未来？温州甲甲世天监控这种人做亲家，敢还阁有好处？所以，
拆破面上好。安怎？恁无想要配合？确实需要想一下。陈小春，最近因为恁妈开刀，你常常请假。高维云，你收留一个和盛发挂出去的劣迹员工林美妍，对吧？陈小春，你唔免烦恼高家针对你，因为我会当马上替你妈办转移。阿哥有，找心脏权威，阮妈才是普罗级。高维云，你若真正想要甲林美妍斗相共，就搁较应该和高爱伦斗来，无你卡找到搁较侪证据，林美妍连何家金拢唔变啦。对啊，阮副总讲要斗相共吼，唔是凊彩讲讲的，伊是真正有甲恁的困难放伫心内，伊是真心想要甲恁斗相共的。确实是个真切，只是你副总无啥共款。起码副总哦，有千分之一甲董事长有相啊啦，啊所以董事长真正无好着伊呐。陈小春，你搞我亏哦！副总息怒啦，因是你家己乌肉。安怎？恁要家己无？当然家己。好，一心二业，出动！美艳，变做会长回宫。唔免啊，我家己有买物件食。看起来即卖哦，伊可能需要先分去，安尼咱才会当家搬来遮做伙食火锅。哇，我袂哦，我即卖有爬山创伤症候群，我感觉我去爬山了，就会搬到水底。你莫伫遐后壁讲好不好？啊，交阮后壁讲，就紧来食，来甲阮监督啊。来，紧。哎，不过高委员，你即马去爬山，你也唔免惊跋落水啊，因为即马你若是跋落，有信号会甲你顾起。伊嘛马上你人工呼吸。紧食，食多莫讲话啊。啊，大家食火锅，美颜就一定爱食这個。哇！哦，火锅加芋头。天理不容，就你这有特权哦。我是因为哦，迄头家计要收单，所以我就拢总拢甲买转来，遐食完咯。人家最好食啦。我迄天去病院看脉的时阵，我竟然看到顶一届替高艾伦做伪证的迄个护理师。啊！伊走去到艾伦因家开的病院，我就是感觉这件代志一定有鬼。啊，若无想怎到艾伦要安排这个护理师在遐？听起来怪怪呢。这件代志是不是应该甲周经理讲，回去调查清楚？那是有证据会当证明到艾伦对安迪黑啊，安迪就免牺牲伊的自由，会当离婚啊。安尼嘛会当证明美爷清白。啊，喜欢的人就不是美爷啦，摸唔着。你要替我洗清冤枉？对啊，做小三跟杀人犯这是两件代志，你无做的代志都别当讲你有。哦，我有查到，盛发跟上野集团来往的金流有一个突破口。大方营造的回复，那是跟咱有的同款。安尼高艾伦的事迹都见过。哇，我的姊妹啊，好帅气哟！小春因无计较我之前做的代志，搁对我这么好。啊，不过两千万的和解金这么多，我若是无甲高艾伦配合，我是要安怎行？